现在啊，为大家演出的是蓝羽毛柿。蓝羽毛柿，这也会想吃的。这个啊，毛柿是长怎样？来，亚达子，亚达子拿一颗我看看。听说这个会毛哦。会毛。打开里面就可以吃了。会毛。会龟毛。我说拿一整颗好的，我看看。好的，这个小姐配合度很高哦，这个是好的，然后要把它打碎之后，它就变成这样子，这就是亚达子，亚达。哦，马飞福哎，马飞福吃饱了没？很漂亮。这有成品吗？哦，这个是好的亚达子，放在水里面，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出来哈。嗯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亚达子。哦，这里好多哦。来，亚达子。这个是蓝羽的毛柿子。可以现场吃哦。太多了，明天还要出港。还好啊，好多。好，跟各位继续介绍。要敲打才，它的皮很厚，你看一下。要用力的打，小心小心。好的，我要赶快去帮忙咯，帮忙吃，拜拜。这个是小的。我是这个累的，我累。可是也让不累。啊？好。啊？绿色的，这样吗？绿色。